我发现我喝了提神饮料，可是睡意又回来了欸。我是太早喝了啊，因为我中午就很想睡了。校园霸凌事件遇到这人发生什么事？既然是弱肉强食，那我应该就要变成猛兽了。我的天哪、啊，我好想选哦，那个会。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其实我现在眼球就是轻轻晃，眼前就一大堆那个啊，飞蚊症啊。而且数量很惊人哦，数量惊人的飞蚊症 ，B 加呢，我还不变了你的雷兹，金庸，爬去了，在这里。不是我不睡啊，没办法睡啊，睡眠品质超级惨欸，利刃，攻速上升，暴击几率，开始。又想玩斗阵了，糟糕了。我还是去睡吧，没有办法啊。我有我的压力在，不是直播的压力啊，我本身自己有个心理的压力在，导致就是自己不太能面对吗？不是面对啊，我要讲什么？导致自己就是心里有个打不开的锁。然后最近又看了很多关于心理疾病的东西。哎，你打出一个江狗哦，你在吃冰，然后江狗打你是不是？要蹲草哦。太神啦，这个下路。太神啦！这个江狗被反蹲啦！牛牛，哇哇哇哇！这个月桃真的会怕欸，给我回我回来！防御塔塔杀啦！干什么？你们两个？我不是两个，他一个。哇，膨胀成这样！牛，这牛太凶了！回来哦！哦，喷推。好了，看来我的 AD 差不多要送了，已经六颗头了。六颗头的 AD 不送，我觉得很难。所以你的心态太低，所以要先有点取舍啊。没有，我现在正在娱乐啊，我在工作加娱乐啊。
欸，而且我这个月只上健身房一次，欸，我真的是忙到没时间去，欸，不然照理说我上个月都是九点健身到十二点左右，哇，十点健身到十二点左右，然后回来就是休息一下，然后可能小睡一下或是玩一下游戏，晚上继续开台这样子。可是今年这个不是今年啊，这个月真的好忙哦。开始直播之后啊，然后又碰到 CWT 啊，把自己搞的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够用的人。所以最近都是一个人开台，然后比较没什么精华吗可以剪。剪这个的话，又只是图片是动来动去，我觉得没什么精华好剪的啊，又放弃没有剪那个电竞传奇的精华，因为一个人讲话真的很干啊。那时候好笑的精华就只有找蜜蜂的那个精华而已，而且要三小时剪出十分钟的精华，我已经是极限了，我差点连十分钟都剪不出来。我的肝还好吗？我觉得。算正常嘛，因为我眼睛还没有，我的眼白啦还没有泛黄。通常肝指数爆了之后，眼白会最先黄的地方。然后照镜子，眼白是稍微黄，可是就是以往那种黄。因为我以前眼白就是，25岁之后吧，我的眼白就从来没有白过了，都在黄的阶段。哎，欸，队员人气能干嘛？独狼。哎呦，这么孤僻哦。而且我还要那个，哎，我还要剪片。你看，又要剪片，又要直播，然后可能找个时间画图。啊，画图是还好啦，因为。我觉得我连画图的时间都快没了。哎，其实可以啊，因为我其实时速到了，我可以开画图跟你们聊天这样子。可是 FB 就是不能播歌，播歌的话画面会很卡，会有这个问题。这个是凯撒吧？等一下，我们有孤狼，等一下先生活辅导他一下。独狼，好的，那我们就出发，开始。我们新的研发公司是众神药业，然后开发药的版本更新，深渊猎手。哦 ，ADC 的时代吗？哦，也不是，被消了。哦，买光了，没钱了，太赚了，太爽了。这游戏不设景，对啊，我觉得就是很多游戏都是你看不懂的人，你去玩这个真的很难懂。像我之前那个谁，不是那个谁啦，我的等一下突然想不到讲什么。哦，我靠，我的魔物猎人呢？那时候我就只是剪我们聊天好笑的地方而已，可是连这一点就是很多人也是看不懂我们在玩啥小，
啊，我也只是简说羊驼 TV。哇哦，那么说，等一下哦，训练完成。好的，人员管理。嗯哼，这个是健身，好记得。这个是健身，我记得。这个也是健，健个头，不这样。大家都是健身欸。好啦，你们就一起集一个吧。那你给我乖乖直播。然后晚上就看到健身房集一大堆人了。可是我觉得我画画还是有差、欸。我觉得虽然我的粉专是画画为主啦，因为真的我发图片跟发自己画的图跟发那种截取过来的图真的差很多。我上次只是随便画一张图，就有比如说我先比如啦，有3000的观看跟点阅。阿鲁是发那种截图而已，才900多，这个数量是差的有点夸张。所以大家还是喜欢我的图吧，但是，图片跟画图过程还是怎样，真的还是有差。大家喜欢看的都是结局，不喜欢看过程，跟爱情一样。没有爱情不一样，爱情过程也是很甜美。对不起，哦，对，刚刚说的那个队员人气能干嘛？就只是加那个嘛，加那个宣传的东西嘛，对不对？就只有这样嘛。哎，白痴，我想要自己编。看来是个上路的哦，这又选牛牛哇，牛牛你好棒哦啊！但是我不要就负的，拜托哦，有正了，刺杀后期，可是他后期也不是真的后期强啊，只是加那个 buff 而已啊，加攻速跟熟练度啊。哎、欸，这是在挂网吗？少两个人欸，这是在放水吗？还是这是新的战术？还是我遇到 bug 了？你看这边，他是在放水啊！有了，动了，动了！哎、欸，没有啊！那我是不是要打激进一点了？哎、欸，动了，动了！哎、欸，没有！咦、欸？你们遇过这状况吗？反正他们的鳄鱼跟辅助上路跟辅助不见了，所以打假赛呀、啊！哎、欸，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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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放水了5分多钟，看看会不会被打回来嘞？哎、欸，如果是江狗跟下路其中一个不见的话，优势比较大、欸。因为江狗是带风线的主要原因啊，带风向不带风线。牛牛杀他！哇，我们的江狗被杀啦！
哎，牛牛，牛牛退了，牛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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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被防御塔杀。那这样我很幸运欸，能遇到这种 bug。还是说这游戏也有打假赛的系统？这么棒的吗？啊，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完了，放水还打成这样子，真的是要打激进一点咯。喂喂喂！真的激进会越塔、欸，好爽哦！保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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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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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进。哎、欸，不对啊，怎么是飞机在奔推？他不是说是上路吗？哦，上路在下面。哎、欸，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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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加入先又火起来啦。欸，这次牛牛不凶了欸。啊，听你的哦，你看爆中团冲啊。哎、欸，怎么这次这么顺利啊？因为放水，这好强哦！哦，再问一次，人气是干嘛的？就所以是宣传那些比较有用，原始人。外设所提供的属性价值哦。打假赛啊！等一下我骂脏话哦，假赛呀！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跳过。就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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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次奖礼物好少、哦。这个是要娱乐的，关闭。我的队员。要健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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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直播，好，没问题，没有问题。看一下哦，草泥马，那你就回去直播吧。队员，我刚刚谁没有啊？你没有键盘对不对？来来来来来，现在有键盘了。赞助商，哦，简单了哎，赞哦。那。练习，
还是叫粉丝输。齁。啊，不要浪费时间。训练。有没有本事让我一次过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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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有一次比较惨，眼睛劳累到，我记得是那时候什么九月的时候吧，我那时候眼睛疲劳到那个，我只要眼睛闭起来再张眼，我的那个眼屎就是不会干，就是是那种膏状，然后就是眼睛跟眼睛中间会牵一条那个一条丝，黏没有干掉的眼屎。然后那时候很痛苦，就是眼睛超级黏。我现在讲这些好恐怖哦！天啊，我在讲什么？不要吓你们好了。刚刚那个是什么啦？他有跳出一个说什么我的职员哦，是干嘛的啊？我刚刚没有注意看呢，可能要回去看记录档。全部人都挤上来了，一起运动咯。你娱乐哦，行。知名度越高，财富越高。我是知道那个啦，就是要拼命去那个嘛，对不对？拼命去宣传活动，才会有更好的队员进来。我知道这个啦。有偷偷做功课，没记错的话啦。我的队员，好了，你满了。自由安排。那你好的话，我们就去羊驼 TV 咯。那你好的话，我们去暴风 TV 咯。自由安排。还行啦，如果真的都是专职做实况的话，就游戏开着跟大家聊天，挂着吃泡面，管他人度人，不是管他啦，就可能真的是当做平时在工作，因为以前做超商也是做工读生，然后就是在上班打哈欠。手链在上，在一场上。有啊，这个我有这个技能啊。可是我那时候就选出来，结果他还是给我选两星的角色啊，我傻眼欸。哇哇哇哇哇哇 ！B 加 B 加 B 加 B 加，哇！一个负的，完了，暴击率减少，命中率减少。顶尖对决没有顶尖啊，保守游走。啊，他不放水了，拜托放一下嘛。打死那机器人！哎，牛牛，牛牛，牛牛，你杀人啦，牛牛！越打打，越打打，越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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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守，保守，保守！AD 回来，教练要生气了。牛牛，我好担心牛牛，每次都看他。
加他。哎呦，哎呦，这场好像不能讲太快。啊！其实我今天考一直在想说十二点后要不要开台，因为我想去听豆花妹的那个直播，那个电台直播。哇，跑到中路去吃冰啊！你这辅助还拆塔辅助。吃人家塔皮亚辅助，哎呦呦呦 ，AD 剩你一个人呢 ，AD 去中路啊 ，AD， 好啦，平衡啦。哇！有点凶呢、欸，我好像开始喜欢保守加游走了。打他！哦，对不起，对不起，保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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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保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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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喽！欸，火龙吗？不是。分推。牛牛。要被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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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欸，他是说点那个天赋啊。有没有天赋是跟我那个饭一样，就是追残血的话，那个跑速会加快啊？我每次要跑的时候都跑不赢啊，超好笑的、欸。啊，不是分推吗？我的上路怎么也在这里啊？我们是吃龙。吃完龙之后，冲一波！哎呀，吃龙嘞！好，先吃龙，先吃龙，吃到一半，冲啊！哎、欸，怎么这次就这么顺利？这次没有死哎、欸！保守，保守，保守，不要掉 buff 啊！人来了，杀！杀！不用怕，杀！还去吃龙？你看，这就是我的队伍。你看，刚刚分推是不是好一点？每次按到中。抱团打中路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嘣！哎，啊嘣！这决赛了吧？哎呦，这个不错，但是我都没有用。
获得奖杯，赢了赢了，我们可以点天赋了。噔噔，我想点这个哎、欸。哎、欸，少了哎、欸，可以可以可以，哦，就是这个，可以自己选是不是？哎、欸，还是他一直都可以选，我不知道。粉丝见面会，哦，管理我的队员。那个，你今天去健身？你健身啊？大家都健身啊！今天暂时直播一天，这样够不够用啊？哎、啊，你继续直播。哎、欸，阿北怎么了？可以选哦，我也不知道、哦，刚刚只是不小心点到啊。还是刚刚就是因为那个有跳那个什么，你有印象吗？我刚刚不是一直说什么他刚跳出什么，我刚没有看什么那么，应该就是那个吧，约战高手。来，你想说什么？这什么感觉？很像是被人家关进旁边，然后说你在叫啊，你在叫啊。够几百？不是啊，他刚刚说什么反蹲训练？是哪一种反蹲？是原地那个吗？那叫什么啊哥？波比跳那种，就是要先弯下弯，然后再走起来，下弯再走起来，再来一次，开始。对耶，这是什么奇怪的游戏？养成啊，啊，你总是用这个账号啊？这个就是养成类游戏啊，养成经营啊。糟糕了，好啦，没人跟你们抢设施啊，赶快赶快，人回来了，设施就没得玩了。升级解锁新的队员，会不会？哦，哦 ，ADC， 每升一级都造成伤害加加力哦。还有一个哎、欸，宣传活动中可以选择表演赛了。活动升级会发现新的特殊项目。哦，用手机哦。最近十分火热的一套哦 ，VR 眼镜哦。嘟噜噜。哎，满了满了就借过啊。我、哦、满了不会抢位置了哦。那你有什么优先娱乐自由安排？那你满了也去直播吧。哦，反蹲是这个意思哦。哦，对啦，蹲草丛等对面的人过来嘛。管理。
不能再加了哎、欸，点这个吗？职业联赛冠军后才能加。嗯，工作领队社交 ，C 的我不要啊，靠你宣传了，看一下哦。训练完成，练习。